Hi guys, what's up? 欢迎收看《菜鸟神飞》，我还是那个很努力的菜鸟主持人杨帆啊。今天测试的球杆可能就比较少见了，它是来自日本的本土品牌 Majesty， 在2017年推出的 Prestigio 第九代的 P91 号木。这里也给各位观众科普一下 Majesty 这个品牌吧，它是 Maruma 在1991年为高端客户所设立的、所推出的奢侈品牌。江湖传闻，连 Tiger Woods 在 Titan 的时候，铁杆也是他们家旗下的 Mirror 代工的。不知道 P9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 OK， 让我们一起进步吧。最吸引眼球的就是 P9 的杆面了，高大上的金黄色加上镭射雕花，非常精美，非常土豪。和之前测试的 Majestic C1 一样， P9 也采用了 Spider Web Face 技术，强韧而富有弹性的结构设计，使得反弹系数超越了 0.83 的限定，所以这支杆被归类于超标杆系列。放在地上时，顶部渐变的酒红色和金色的杆面相结合，真心漂亮。套管上 Majesty 和其他欧美厂商不太一样，既不能调整杆面倾角，也不能调整仰角。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师是对的，本来 Majesty 的主要客户就是高端老板嘛，而老板是不需要那么多花哨的调整的。底部和杆面一样用了金色，再加上中间占了大半面积的 logo， 的确霸气。 P9 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底部的整体美感，把配重放在了内部的左侧，好让老板们打出增加距离的左曲。杆身是自家品牌的 LV720， 比较轻，适合挥杆速度比较慢的亚裔球友。今天我们测试的是 SR 杆身，40克重，想了解其他硬度和重量的球友们可以按暂停键看图。握把是 Majesty 的 Light 430D， 黑色搭配上金黄色的线条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好，介绍这么多，我现在用 Titleist Pro V1 测试一下这支 Majestic P9 9.5 度的一号木。 Let's go。好 ，Majestic P9 第一杆，金黄色杆面，第一印象看上去还是屌屌的。Go。这其实有一点点偏直步的，但打得好远啊，300码了差不多，牛逼！因为杆身是 SR 杆身，所以控制不好它的折点，我尽力吧，加油。偏底部了一点，不过还能接受。All right, that's pretty good.OK， 看一下刚刚实杆的数据吧。浅蓝色的区间标志出我过去半年统计下来的平均数值，灰色的线条代表刚刚十次击打下来的平均数据。110多英里的杆头速度，差不多能接受。SR 杆身能打出159.8英里这样的球速，已经很不错了。16.6度的起飞角非常好，相信这能打出蛮远的距离。3303的倒旋应该能帮助挥杆速度偏慢的球友们增加不小距离。52码的最高点 ，OK， 偏高了一点。同样是超标杆 ，P9 打出了265码的飞行距离，比 Hummer 的竞品要强多了。286码的总距离，点个赞。之前我还以为这种高端球杆只是虚有其表，想不到还挺强的。我还是很喜欢 P9 的外观，放在地上时很正，不会 close 也不会 open， 再加上金色和酒红色的搭配，当我一看见它的时候就对它爱不释手了，外观肯定要给5分。由于我比较习惯偏硬一些的杆身，而这次用的是偏软的 SR 杆身，所以比较难控制折点，手感只能给3分了。超标的杆面令 P9 的容错性比一般的一号木要好，虽然这次有几杆没有发挥好，
也打出了能接受的距离和球路，所以容错性挺好的，四分。为了公平对待 C1 和 P9， 我都选择了 SR 杆身来做测试，这次的距离不错，能给四分。如果换上 S 杆身的话，应该会更远一些。击打出来的声音非常清脆，不仅外表好看，声音也很棒，完全抓住了颜控和声控的消费趋向，好评，五分。性价比的话，我想给两个评分，一个是一分，一个是五分。为啥评分这么奇怪呢？因为 Majestic P9 一号木在京东旗舰店的价格是24500元，对于不喜欢用超标杆的球友们来说，这样子的价格性价比有点低，只能给一分。但是，相对于其他高端奢侈品牌的超标一号木来说， P9 无论是外观容错性还是击打距离都要更胜一筹。超标杆来说，性价比能给五分。 OK， 总结一下，我的话应该不会买下这支 P9， 但是对于高大上的老板来说，只要拿出这支一号木，就好像亮出了屠龙刀一样，肯定能吸引整个发球台的目光和赞叹声。走，喜欢超标杆的球友们可以入手咯。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了解自己的球杆，不妨寄过来我们菜鸟先飞环球总部测试一下呗。 OK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记得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我一定会亲自回复你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别忘记了点击订阅和转发。 OK guys, that's a wrap!